各位菩萨，大家早安，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继续药师法会第三天，又是农历的初一。那佛陀希望我们六斋日乃至于十斋日都能够受持如来戒，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清楚明白，生命是苦的，唯有透过佛法的修持落实斋戒，才可以升天乃至于证得解脱。因为世间忙不完的，透过世间来了解佛法的殊胜，透过世间知道生命是苦的而升起出离心，透过世间很多的苦我们也升起了慈悲心，所以佛法让我们能够听经闻法，知道如何分辨善恶是非对错，你都明白了，都了解了，所以听经闻法固然是好的，但是佛告诉我们还有比听经闻法更重要的，就是落实。落实什么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所以如果你听但是不做，那还是没有走入佛门啊。所以唯有念经行经，把经典的身口意落实在我们的行为语言念头当中啊，那个才叫做真佛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初一啊，大家一起来受戒哦，你的祖先等着你受戒的资粮啊，跟你有缘的父母众生也等着你能够受持斋戒，让他们能够有福报，能够离开三途痛苦啊。所以大家请合掌跟我念药师法会，我们祈请以药师如来为首的东方药师佛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称南无药师如来，大家合掌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诸众生，为诸众生，念佛名号，念佛名号，引请三宝，引请三宝。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
天水，今天是初一，特别也为一切众生供1080盏的一天的灯啊，目的就是要让佛法的光明能够显现，目的就是要让三恶道的幽冥能够去除黑暗，人有了光明就会走入正道啦，不会邪知邪见啦，不会迷失方向啦，不会造恶业啦，不会善恶不分啦，所以八关斋戒也是让我们恢复光明的，所以叫做戒光啊，戒光超过日月之光啊，有了戒光，那就有一个方向啦，所以大家翻开八关斋戒的法本第10页。各位，我们来一起来做施食前行水米杯拿起来，在水中写嗡阿吽梵遮，均陀利小咒，嗡阿弥利多吽巴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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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miridhaṁ Bhada Om Amiridhaṁ Bhada Om Amiridhaṁ Bhada 仰愿十方三宝慈悲加持之随持名，普施法界众生悉获饱满，同生极乐共证菩提。进三业真言：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am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am 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am 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am Om Subhava Shuddha Sava Dhamma Subhava Shuddha Ham 佛故三昧耶 Om Dada Gata Dupa Vaya Soha 莲花故三昧耶Om Padma Tupapaya Soha Jin Gang Bu Samaye Om Padila Tupapaya Soha Pija Fu Sen Zhen Yen Om Padila Kuli Tupati Pataya So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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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Padila Kuli Tupati Padaya Soha 甘露四十一归，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中，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威神加爱护住我，今召请十方萨陀尽悉空界一切流气恶鬼有情雷，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菩提真言：唵揭来帝耶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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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舍萨瑟迪喃三藐三菩提提舍喃。唵真喃喃瓦婆悉帝利帝利吽。南无阿舍萨瑟迪喃三藐三菩提提舍喃。唵真喃喃瓦婆悉帝利帝利吽。南无阿舍迦舍帝喃
三藐三菩提俱胜难，唵真难难瓦婆悉，迭哩迭哩吽。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我等报恩，我等报恩，一心招请，一心招请，十方法界，十方法界，受苦众生，受苦众生，个人累劫，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胎儿，来临此地，来临此地，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当下离苦，当下离苦。南无波波提利切利多利坦达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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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开眼佛真言。唵波波提利切多利坦达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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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唵波赖摩林多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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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阿罗勒吉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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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萨摩耶萨埵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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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密杯拿起来，啊，让众生满愿。生病的有药啦，啊，缺衣服的也有啦，啊，没房子住了也没问题啦，啊，所以那种嗡啊吽，佛菩萨的力量加持，所有众生满愿，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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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萨瓦坦达耶多瓦罗兹帝唵三波奈三波奈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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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娑隆婆耶坦达耶多耶坦智达唵娑隆娑罗波奈娑隆波奈娑隆萨婆诃。南无娑隆婆耶坦达耶多耶坦智达唵娑隆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诃。南无娑罗婆耶坦达耶多耶坦智达唵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娑婆诃。唵耶耶啷三波哇哈奈吽。唵耶耶啷三波哇哈奈吽。唵耶耶啷三波哇哈奈吽。
早上，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其力遍十方，不思诸萨界，唵哆利耶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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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坛子，嗡嗡嗡，虚空藏座。南无萨瓦达达格达巴耶比修摩格菲萨瓦达卡乌卡提萨巴兰朗伊曼嘎嘎那康娑阿南无萨瓦达达格达巴耶比修摩格菲萨瓦达卡乌卡提萨巴兰朗伊曼嘎嘎那康娑阿南无萨瓦达达格达巴耶比修摩格菲萨瓦达卡乌卡提萨巴兰朗伊曼嘎嘎那康娑阿。挥挥旗帜，诸佛放光，众生离苦。南无赞叹赞呀呀，唵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咋扎呢咋扎呢，咋扎呢咋扎呢，咋地汉那咋地汉那，萨瓦嘎玛巴兰巴兰，南无萨埵萨埵难解娑诃。南无啦啦咋呀呀，唵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咋扎呢咋扎呢。扎沙尼，扎沙尼，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嘎玛巴兰巴兰，那美萨瓦萨埵难解娑诃。那摩啦啦扎呀呀，唵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咋扎呢咋扎呢，扎沙尼扎沙尼，扎地汉那扎地汉那，萨瓦嘎玛巴兰巴兰，那美萨瓦萨埵难解娑诃。悉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部位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华为父母，花开见佛护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我们要来做药师仪轨啊，愿天下没有人受苦啊，生病的人都可以好转，乃至于众生了解生病的原因啊，原来是贪嗔痴而引起的八万四千种病啊，所以不再追求外在的医药啦啊，进一步的净化身心啊啊，所以。大家翻开药师仪轨二十二页，药师七佛。南无善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业智眼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有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上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业智眼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有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上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业智眼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有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上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如来琉璃光，遍王庄严无等伦，无边行愿力有情，各随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
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南无夜光遍照菩萨。奉请十二要叉大将，奉请公比罗大将，奉请跋舍罗大将，奉请尼奇罗大将，奉请安比罗大将，奉请俄尼罗大将，奉请三比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波比罗大将，奉请摩佛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高度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药包拿起来，那众生生病，透过法药的加持，病苦没了，乃至于找到好的医生啊，啊，不会找错方向啊，啊，然后让屠宰场、地水火风灾难啊、医院、坟墓区、三恶道的众生都闻法药，一起忏悔啊过去的恶业，也得法药加持，大家升起出离心呐、啊，啊，发起慈悲心呐、啊。啊，乃至于愿众生离苦的菩提心呐、啊，所以念着嗡阿吽，大家得法药加持。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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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南无波揭发帝比萨瑟揭罗毗琉璃波那波含奈瑟耶昙那帝多耶含奈诃帝三藐三菩提耶昙遮他唵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揭发帝比萨瑟揭罗毗琉璃波那波含奈瑟耶昙那帝多耶含奈诃帝三藐三菩提耶昙遮他唵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诃。南无波揭发帝比萨瑟揭罗毗琉璃波那波含奈瑟耶昙那帝多耶含奈诃帝三藐三菩提耶昙遮他唵毗沙瑟毗沙瑟毗沙瑟三摩揭谛娑诃。贝亚他嗡贝甘遮贝甘遮阿玛哈贝甘遮拉达什摩嘎揭娑诃。贝亚他嗡贝甘遮贝甘遮玛哈贝甘遮拉达什摩嘎揭娑诃。贝亚他嗡贝甘遮贝甘遮玛哈贝甘遮拉达什摩嘎揭娑诃。药包拿起来，头顶不要碰，不舒服的地方、有障碍的地方拍一拍，病苦消除也没有障碍了，消病咒。唵悉利多悉利多谨扎利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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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冤聚，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起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起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解了多生冤和业，起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
随心满愿药师佛。佛说八句平安偈，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是爱于众生，令各安修习，作业勤专精，奉获众善法，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现在要来修药师法门，那点灯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三天法会天天万灯啊，所以善乐代表各位燃灯供佛啊，所以大家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诸众生，为诸众生，为诸父母，为诸父母，为诸病苦者，为诸病苦者，受苦者，受苦者，无福者，无福者，燃灯供佛，燃灯供佛，燃起佛前灯，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灭除心头火，愿持大智慧，愿持大智慧，照破众无明，照破众无明，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开启智慧，开启智慧，具足福报，具足福报，获得光明身，获得光明身。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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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啊，然后今天是初一，那我们也来念一下十供养的仪轨三十六页啊，不可摩尼供养咒，大家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为诸众生，为诸众生，做十供养，做十供养，香花灯土火，香花灯土火，茶食宝珠衣，茶食宝珠衣，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回向众生，回向众生，不空摩尼供养咒。嗡南无噶波萨曼那叭咪叭扎拉达达噶达波罗噶提萨曼达萨萨拉吽嗡南无噶波萨曼那叭咪叭扎拉达达噶达波罗噶提萨曼达萨萨拉吽嗡南无噶波萨曼那叭咪叭扎拉达达噶达波罗噶提萨曼达萨萨拉吽。啊，那大家翻开四十一页。那我们来受持斋戒，大家请起立。夫界海无涯，因一地而为同泉水，之山不要，登一步而光照众生，不界标志，望洋必退。若逢良道，超尽可生。今为汝等恭请树林菩提唐僧，善赞下乐法师，为汝等做八戒本师，请师质疑如何自成。恐汝未能，我谨教汝称自己名，赞中，其余言辞随我所到翻过来。大家一起念：大德一心念我弟子赞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以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此名故顶礼一拜。第二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赞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以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此名故。第三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赞宗，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以大德故得受清净戒，大慈名故。
第二，开导啊，各位菩萨请坐。那佛陀告诉我们，苦是无法避免的啊，因为这个娑婆世界，每一个人都受到过去是业力的影响啊，所以业能够庄严世间啊。啊，花花草草，啊，高楼大厦，山河大地，啊，或者是每个人的家庭，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啊，都有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人事物，啊，不一样的住处，不一样的痛苦，不一样的业报，啊。所以随业而来，那众生也必定随业而去。那是不是没有一个主宰啦？啊，佛陀说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啊。所以佛劝勉我们啊，要修福报跟智慧啊，所以佛陀在涅槃的时候附属一切众生啊，示众弟子啊，说出这个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即灭为乐。所有眼睛看到的都是生命法，都没有永恒的，都是暂时的。那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哪来的痛苦啊？车子永远是你的，房子永远不会坏啊，永远的好天气不会下雨啊，永远的啊家庭，永远的财产，永远的子女啊，那没有变化就没有痛苦了。永远的身体啊，没有生老病死，只有生没有死，没有变化，也不会老也不会生病。那这个娑婆世界是找不到的啊，所以整个娑婆世界也是个生灭法。所谓的有情生老病死，所谓的世界成住坏空，所谓的植物生成异灭，这个都是生灭法。众生无明，追求生灭而痛苦，而轮回，而堕落。如果能够了解生灭灭矣，即灭为乐，你了解生灭法啦，那你的心就不生不灭啦，你的心就安住空性啦，接受一切啦。即灭为乐是接受的意思。那所以在这个《诸法集要经》啊，告诉我们：一切有情，当悟无常法。生者死所吞，盛为衰所逼。啊，所以了解无常，就知道生的人必定会死。高位的人必定下台啊，健康的人必定衰老啊，啊，没有永恒的啊，这个花开了必定会落下啊，所以在生灭当中，那你就了解了，那你才能够心自在啊。那佛又这样子说了，什么叫做入道？能够明白无常，能够观察生灭，那这个人就入道啦，入到了真理啊，那入到佛的心啊。那还有佛本身集经也告诉我们，
你活到一百岁，但是不了解世间的无常啊。如果有人知道这个身体不是你的，并非坚固，那你活一天就足够了啊，那就不会成为这个身体的奴隶啦啊，那就可以走入佛门啦啊。贤女经也有说啊，一切无常，生者皆终，三界皆苦，谁能安者啊？啊，佛告诉我们无常，接受你心就可以安呐、啊。啊，所以每个人都活在无常变化当中啊。先生死了受不了啊，房子倒了啊，晚上睡不着觉啊，啊，我们大家互相提醒啊，互相勉励吧。乌俄战争啊，无常啊。啊，疫情变化无常啊，啊，找不到工作，啊，三餐没有着落无常，没有永恒的在一起，啊，大家明白了解啦，啊，所以有生必皆死，佛陀告诉我们，啊，当勤测三业，这辈子要恒修于福报跟智慧，啊，所以我们的重点抓到了。啊，活到八十岁、一百岁又如何？没有修福报，那不好啊，浪费生命啊！啊，如果你活四十岁，那你四十岁每天都在修福报啊，每天都处于智慧的阶段啊。所以佛说，勤测三业，身口意，修于福报，修于智慧。那八关斋戒就是最殊胜的福报，八关斋戒就是最殊胜的智慧。所以佛说智慧就是戒，戒就是智慧，戒就是福，福就是戒啊。所以我们很有福报，又有智慧，能够走入佛门啊，不单单是听经闻法，进一步的能够入佛的身体，入佛的嘴巴，入佛的念头，入佛的身口意，与诸佛合为一啊啊。所以各位明白了解了，那人都会生病啊，那三天的药师法会，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药师佛告诉我们为什么会生病。那世间的病是假的啊，假病用假药医啊。什么叫做假病啊？你吃这个药头不痛啊啊，但是你继续造业，心里不干净，那头痛还是会来啊。那你得癌症啊，得癌症一直吃药打针化疗止住了，但是你内心抱怨，内心起贪嗔痴，杀生吃肉造肠，那癌症会复发的，癌症会扩散的。所以药师佛告诉我们，医心病超过于医身体的病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身体的病呢？啊，那心病是什么？药师宝忏告诉我们呢，贪嗔嫉妒之病啊。你起贪心，那你内心就不协调了，你起欲望啊，那水灾就来了。所以这个念头影响一切啊，造成五脏六腑败坏生病，造成外在的地水火风灾难。所谓的贪心就有水灾，所谓的嗔心就有地震，就有火灾啊，所谓的愚痴就会有风灾啊啊。所以明白了，好好控制你的心，就没有这些问题。第二个，傲慢自傲之病啊，人如果瞧不起人，傲慢自以为是啊，那法水难入啊，那进一步的自己也生病啊啊。所以摩诃止观里面有告诉我们，贪嗔痴会造成种种的疾病，傲慢嫉妒会有什么样的身体会有变化，不协调会产生哪里？有些是鼻子，有些是心脏，有些是肝脏，有些是脾脏，
有些是五脏六腑。第三个不是善恶之病，这个才是真正的病啊！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不知道，那这个苦，这个病会一直延续的，所以应当回观反照，自尽其意。啊，再来，不信罪福之病，因果看不到。啊，所以杀生就会有肝病。偷盗就会呼吸器官有问题，男女的问题就会耳朵啊有毛病等等啊，所以这些病大家思维一下有没有在你身上啊？世间的病不足以让你轮回啊，心的病让你轮回不止啊，让你病苦不断啊，啊，病好了又再来啊。啊，看这些生病的人真苦，一三五都要化疗啊，啊，没多久就要去复检啊，啊，开刀啊 ，X光啊，啊，标靶，我们看得很苦，啊，只可以劝他多念佛，多点灯，多放生，多忏悔，多啊接近出家人，多改变自己的身口意，啊，第。再来，不孝无逆之病，啊，对师长不恭敬啊，对父母大小声啊，这个叫做不孝父母、不尊敬师长的病，啊，这些会让你得慢性病，这些会让你啊赚不到钱，啊，再来破入三宝之病，骂佛啊，啊，或者是失经典啊，啊，或者是诽谤出家人啊，啊，这些会也会让你没有福报。碰不到善知识，身边都是恶友，啊，再来不修斋戒之病，受持斋戒本来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不受斋戒，你杀生多病，你偷盗没钱，你乱来，家庭不和谐，啊，你骂人，那人家讨厌你，啊，你说是非，人家远离你，啊，这些病大家要切身的注意啊。那所以有这些病，那邪知邪见也是病啊。那药师佛告诉我们，这些病要怎么对治啊？要吃什么药啊？啊，再来，药师宝忏告诉我们，心能够有慈悲喜舍，这是最好的药啊。大家看到你欢喜啊，啊，弥勒菩萨笑哈哈，烦恼没了，大家喜欢清净啊，内心忍辱柔和是药啊，啊，不要随便生气。不要暴躁啊！什么是回光返照？什么是问清楚再说啊？啊，不要一句话就出去了，会伤人的。再来，正信三宝是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内心明白清楚了，这个就是最好的药啊！勤修福慧是药，各位今天吃法药啊，修福报，开启智慧，懂得布施，修心。修慧、修身、修口、修意，这个就是药啊。所以八关斋戒就是最好的药，就是最好的法药啊。再来，有过能改是药啊，知道错了改就好了。每个人都会做错啊，啊，凡夫走入圣贤之道，过去是杀生吃肉、造恶业、伤害众生、不信三宝、毁谤出家人。破和合身，每个人都有，但是没关系，回观反照，改过是要啊，忏悔是要，今对佛前求忏悔，那就好啦，啊，谨慎啊，过去谁不是坏人啊？过去谁没有做过这件事啊？但是最殊胜的就是懂得回观反照，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世间有两种圣人啊，第一个不会犯错的佛菩萨。第二个知错能改就是圣人啊，啊，再来，清心寡欲是药，啊，内心不起贪嗔痴，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内心保持平静，保持利他，不起贪嗔痴，最好的药啊。如果你能够每天服侍药，服刚刚湛乐所讲的这些的药，那。病苦必定消除，那灾难必定远离啊，那诸佛必定加持，那护法必定在你身边啊。
这个就是最好的药啊！啊，所以大家明白啊，大家了解啊，请翻开42页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能够殷勤恳请，可尔为汝等做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福戒者，如来立身之所悟，贤圣修道之要皆，三机等见，七众通收，或越三途而直趋人天，或超有漏而进等觉案。啊，你受八关斋戒，能够关闭三恶道。啊，你受八关斋戒，能够直趋人天呐、啊，至少升天呐、啊。啊，六次往返啊，四天王，第四天啊，刀立天啊，那做天人做天王，享受快乐啊，啊，或者是超有漏，超越生死，进登觉案啊，你这些有漏的啊，你福报会用尽的，你了解了，所以你一心为了出三界。为了往生净土而来受八关斋戒，啊，五圣运宅戒为足暇，人圣啊修十善业，人圣受持五戒，天圣修十善业，声闻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圆觉圣体悟无常，花开花落，进一步的修行不执着，菩萨圣。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广度众生，啊，普覆一切，所以都以戒为足暇，万善克备戒为基本。各位于今日啊初一，能够来到网络面前树林菩提讲堂。受持八关斋戒者，先当晓了八戒明体，次方于汝等一一受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意，为禁闭，八是不犯故。斋者其一，以过中不食为斋体。八是铸成清净斋体故，由其八是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戒，佛所赐故；戒一名斋，其三业故。有人说吃斋啊，啊，但是吃斋是嘴巴吃啊，啊，你没持戒，那不能说斋啊，啊，所以戒就是斋啊，戒就是起呀、啊，斋就是起呀、啊，啊，身口意名为斋啊，啊，名为戒啊。所以你吃斋，身口意都不能伤害众生呐、啊，身口意都要帮助众生，就是斋呀、啊。以身其则无秽恶，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那、啊、今天修犯恨，嘴巴齐呢，不骂人，不两舌，不讲没意义的话，啊，那内心呢，不起贪嗔痴啊，烦恼诸漏业因。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仪六念尽其自一，为一念佛慈悲导师，二念法三世佛母，三念僧人天福田，四念天长寿安乐，五念戒清净身心，六念施普济贫穷。那所以今天要有六种思维啊，佛慈悲导师啊，拔度我们的 啊没有佛，我们还在轮回呢，还不断的受苦呢，还不断的造业呢，啊，三途有你的份还不知道呢。第二念法，法佛母所生啊，法让我们明白啊，要戒杀，要帮助众生啊，要点灯，要供水，要如何修行啊，所以法太重要了。佛降生是因为说法而来的，啊，说法的目的是要让各位能够信受奉行，
啊，所以在经典这样说呢，说法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能够依教奉行，啊，能够真实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真实的帮助众生，这个就是法。如果你只听经闻法而不实践，那没有利益呀，啊，那法在你身上不起作用啊，啊，那白费功夫了。因为闻法就是要离苦，啊，知道药对你有帮助，那你还不吃啊？那没办法。所以佛说，我啊是引路者，啊，右边是安全的，告诉你了。那你不走右边，你走左边，那不是我的过错啊。那佛又说啊，啊，你生病啊，要吃什么样的药，佛也告诉你的，那你不吃药，那也不关我的事啊。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来吃药啊，今天我们来走佛陀告诉我们的光明的道路啊，啊，所以念僧人天福田，出家人啊，三宝是人天的福田啊，三宝门中福好修啊，啊，舍一得万啊，念天长寿安乐啊，世间没有快乐啊，暂时的一切的快乐都是痛苦的因啊，除非你有学佛，你知道怎么种真正的快乐因啊。念戒清净身心啊，不持戒从苦至明啊，不持戒堕落三途啊，那持戒升天升净土啊，念施普济贫穷，看到人家在受苦，看到人家需要帮助，我们就拉他一把吧，写牌位帮他回向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得到的啊。所以外夷八支竖起身口位移，不杀害，不偷盗，全断淫欲，乃至地发离非实时，由是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解脱根本。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果能如法禀受佛。能如法受持，大众请起。第三，请圣四十六页。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能够如法受持，你当先迎三宝降法云而正蒙，赐请万灵正坛场而护戒，称自己名，掌中随我言应做官申请，大家合掌跟我念：一心祈请，一心祈请。觉光长老，觉光长老；如虚长老，如虚长老；法正长老，法正长老；真华长老，真华长老；上海下涛大和尚，上海下涛大和尚；不为本事，不为本事；降临法言，降临法言；正蒙受戒，正蒙受戒。大家一起迎请三宝，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掌中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云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我愿不为本事降临法眼正蒙受戒，顶礼一拜。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掌中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迎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掌中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迎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师降临法眼正蒙受戒。香花迎，香花请，弟子掌中一心奉请。大小二乘
毗梨律章五篇三句解脱木吒，十二分经前十教典履意清净甚深法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银，香花琴，弟子整宗一心奉琴，大小二乘毗梨律章五篇三句解脱木吒，十二分经前十教典履意清净甚深法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银，香花琴，弟子整宗一心奉琴，大小二乘毗梨律章五篇三句解脱木吒，十二分经前十教典履意清净甚深法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银，香花琴，弟子整宗一心奉琴，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清净海中诸大菩萨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属慧眼星宫大和尚，弘法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为本事降临法缘正蒙受戒。香花银，香花琴，弟子掌中一心奉琴，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清净海中诸大菩萨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眼星宫大和尚，弘法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为本事降临法缘正蒙受戒。香花银，香花琴，弟子整宗一心奉琴，观音世智文殊普贤清净海中诸大菩萨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律主慧眼星宫大和尚，弘法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为本事降临法缘正蒙受戒。香花银，香花琴，掌中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位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闲灵气，唯愿不为本事艰难复戒。香花银，香花琴，禅宗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位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闲灵气，唯愿不为本事艰难复戒。香花银，香花琴，掌中一心奉琴，光明会上即位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闲灵气，唯愿不为本事艰难复戒。再来第四忏悔。
世间引起三宝万灵正蒙未呼，今则垂慈降临，遍满法座，先因悲恳摄受，忏悔往迁，三业污染翻堪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大经济，各位听我之言音，心想经济之义理，决是改往修来，更勿再作诸恶，称自己名。赞中。那忏悔是每个修行人天天都要做的啊，就好像我们天天要吃饭啊，啊，修行人啊，出家人修行的资粮特色啊，就是每天不断的反省，向内反省啊，不是向外，向外只有慈悲啊，没有对立啊，所以向内反省，向外慈悲，抓住重点就好了啊，所以修解脱道的啊，不起贪嗔痴啊，啊，一起贪嗔痴就要忏悔啊，啊，那修净土法门的，内心有杂染，那就忏悔，忏悔就念阿弥陀佛。那菩萨道的，啊，如果舍弃众生，啊，如果不帮助众生，那就要忏悔啊，啊，那世间的忏悔，啊，是让我们工作更顺利。让我们的家庭更圆满，让我们的啊事情没有障碍，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好转啊，所以忏悔适用于事出世间啊。那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有苦就要忏悔。为什么要忏悔？因为事情没改变，那就要忏悔啊，所以忏悔就可以改变，就可以消业，冤亲债主就可以离开啊！啊，因为这些痛苦、这些障碍、这些不顺心的人事物，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啊，那造成的，那透过忏悔、诸佛加持，啊，像病苦、像癌症，啊，像我们的内在的贪嗔痴，而改变了外在的啊，所以正报，正报代表我们的心啊，依报代表环境啊，正报转，依报就转啊，啊，所以这些环境好好坏坏都是你内心所呈现的啊，所以心能造业也能够转业啊，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啦啊，所以在这个佛说未曾有因缘经告诉我们啊，修福不与罪合，所以这个福报跟罪业是分开的啊，善恶也不抵消啊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忏悔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大家请起立啊，小品忏悔痛哭流涕，中品忏悔毛孔直竖，上品忏悔七孔流血，禀白三宝说出来，佛加持，愿今再次原谅病就好了，阿弥陀佛。
经缘断法前求忏悔，
向内回观反照，那才是真佛子。所以家里面没有人皈依的，
啊，或者是你养的动物，猫狗都可以观想，一起皈依啊。人非人等，六道有情，都可以皈依啊。所以一起皈依三宝，我暂乐慈悲，我暂终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以日以夜，以日以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优婆塞，顶礼礼拜。啊，大家拜下去的时候，观想一下三宝现前，大地震动，我们的恶业、烦恼、病苦、癌症、化疗、标靶啊，化成黑血，从脚底流出去，恢复清净。第二遍，我暂乐慈悲，终慈悲，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胎儿，所有屠宰场，所有屠宰场，一切坟墓区，一切坟墓区，大小医院，大小医院，所有受苦众生，所有受苦众生，病苦者，病苦者，啊，皈依三宝，皈依，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以日以夜，以日以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为进行优婆夷。第二拜拜下去的时候，大家观想一下，忏悔的力量。虚空涌出界体，光明界体放光加持，我及众生身体变成透明的，没有污垢。第三遍，我暂乐慈悲，我暂终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债主，一切债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放生勿命，放生勿命，家中父母眷属，家中父母眷属，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优婆塞。第三遍，观想一下，界体如云如盖，虚空缓下，覆盖着我们的头顶，流入了我们的身心，有发热的感觉，得到界体，永为佛子。正觉归体，上来三归正是那体，更加三觉，得法圆满，未知三番结魔，入随我道，我暂乐慈悲，我暂终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第二遍，我暂乐慈悲，我暂终慈悲，
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经，为进行优婆夷经。第三篇，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债主，一切债主，招请众生，招请来位有情，来位有情，放生怒命，放生，家中父母眷属，家中父母眷属，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再来第七宣戒香，各位菩萨请坐一下。我以为汝等禀宣三归，各位已得八戒体经，再为汝等宣说八戒名香，令汝等四香以护其体。各位当遍缘法界一切情非情经，发无上菩提心，于一一戒中虔诚禀受，各称法名。赞中啊，那斋戒如此重要啊，就像频婆沙罗王在地牢被他的儿子阿舍世王啊软禁啊关在地牢里面，那每天那、都过着痛苦的日子啊，所以频婆沙罗王虔诚的向着窗外一心遥礼世尊，念着世尊名，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遥望窗户外面作是言，目犍连大阿罗汉是我亲友，请他来帮我受八关斋戒吧。所以人在受苦的时候，各位要学频婆沙罗王，面对的佛像，遥望的虚空，念着释迦牟尼佛圣号，那然后自心自受八关斋戒啊，所以苦不要跟人说啊，啊，都是不善业产生的。如果你有福报，如果你有资粮，如果你有力量，如果佛加持，如果护法，那事情就会很顺利啊。因为苦让你更坚定信仰啊，因为苦让你更坚定持戒啊，因为苦让你不离忏悔啊。啊，所以频婆沙罗王啊这样子讲的时候，一刹那间啊，这个目犍连神通第一便站在虚空啊，日日为王受如是八戒啊，轮流富楼那尊者啊，这些大阿罗汉轮流为国王受八关斋戒啊，所以那个时候心里平静啊，国王啊那个时候心里法喜啊，想着应该是过去的因啊，才会有现在的果啊，啊，所以全部放下，念佛、念法、念僧，啊，外在的变化没办法动国王的心，怎么样都没关系啊，一心向佛，啊，所以受持斋戒最为法喜，一心念佛最为殊胜，啊，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也来学习频婆沙罗王求受八戒，内心平静。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八条戒会造成我们一切的快乐，不持戒会造成种种的痛苦，所以在这个比丘经教戒，佛告诉我们比丘四众弟子
此界最为殊胜，此界最为快乐，此界是功德之本，此界是成佛之因，此界是解脱之道啊。因为有此界，根本说一切有不毗那耶告诉我们，持戒犯行已成立了，圣道已修了。犯行就是今天的八关斋戒，犯行就代表慈悲啊。圣道已修，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众生，又要帮助他，犯恨已成立了。那尽的时候欢喜啊，受尽欢喜，受持斋戒，临命中的人欢喜的、啊，好像离开重病一样啊。那八关斋戒受戒期间欢喜，一直到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那看到指纹戒体已去啊，那我们最为欢喜，好像出火宅一样啊。所以持戒之人现世欢喜，临终快乐，命中升天升净土啊，暇满人生变得很有意义啊。一天的功德，佛说福报难以估量啊。啊，所以各位能够在末法受持一日的八关斋戒，超过极乐世界修行百年，一日的八关斋戒超过于佛陀正法五百年，一日的八关斋戒你未来可以执佛弥勒佛出世，成为所作弟子啊。所以大家应当欢喜，信受奉行，以这个欢喜，以这个坚定，那你就有愿力啦。佛陀的愿力摄受你，你的愿力就可以达到你下辈子菩萨八法，下辈子长寿健康，下辈子有力量，下辈子往生净土，这个就是正因啦、啊。大家请起立，殊胜的八关斋戒都要达能持初一，佛为我作证，若有弟子初一十五受持斋戒，功德跟我一样，所以你可以成佛了。所以佛陀为我受记了，大家一起受持八关斋戒。第一步，杀生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二，不偷盗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三，不淫欲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四，不妄语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六，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八，离非时时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顶礼一拜。啊，各位菩萨请坐一下。不杀生摆在第一条啊，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杀生吃肉产生的。所以第一条，如果你能够今天不杀生，又放生又吃素，那不但消除的过去杀生的恶业啊，在未来不遭受刀兵劫啊。啊，所以八关斋戒离三灾般难啊。三灾没有刀兵劫，没有战争啊，不会断手断脚啊，你的六根完好，以后就可以长寿健康，以后就可以身体有力，以后就可以往生安乐国，无量光无量寿，不杀生而产生的啊，不会病恹恹啊，从头到晚都吃药啊，找不到好医生啊，唯有忏悔受持斋戒，那就好办了。这个就是最好的药，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秘方啊。不偷盗啊，越偷越穷啊，你偷钱你就没钱啊，你偷衣服你就没衣服啊，啊，所以偷盗让我们贫穷啊。啊，佛陀告诉我们啊，没钱没关系啊，啊，那不要法贫啊，没有佛法才是真正的贫穷啊。你有佛法，那你就可以弥补不足啊，缺什么就给什么。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让众生离开怖畏啊，让众生脱离恶趣，让众生都有福报，
所以懂得布施嘛，没钱怎么布施？受八关斋戒就是最大的布施啊，不伤害众生就是布施，进一步的真实的帮助他大布施啊。所以今天不偷盗，我们还要布施啊，布施钱，布施衣服，布施医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都要布施啊。你现有的也可以布施，布施鞋子，布施袜子，布施医药都可以。所以你今天不偷盗又布施，你就受用具足啊，啊，你一点都不缺啊，啊，有房子，有车子，啊，有黄金，有珠宝，啊，有衣服，有医疗，啊，第三不隐欲街，啊，今天夫妻分房睡，睡在地上，睡在椅子边，所以佛提醒我们受持八关斋戒。虽有结婚，但是当作没结婚之想，没有老公，没有老婆，没有眷属，自己一个人，只有佛陀，只有众生，啊，完全的放下，过着清净无杂染的生活，不妄语，你有嘴巴的力量，啊，讲话人家喜欢听，讲话人家相信，啊，讲话有力量等等，不饮酒，那今天不喝酒。得大智慧，然后今天啊，如果啊，那今天如果啊不葱蒜韭菜槟榔毒品啊，大家都不要去碰啊，那就好了，不能够吃这些污染的啊。第五不饮戒啊。一日一夜不饮酒戒，能持否？能持、啊、再来第六，梨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一日一夜能持否？第七，离高圣床上桌及座上伎俱故往观听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第八，离非时时戒，一日一夜能持否？能持、啊、所以这八条大家都可以受用啊，所以不喝酒得大智慧。那晚上要洗澡，要抹盐巴、擦药皂，香气香味的都不行啊。然后今天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内心平静。那唱歌跳舞都不行啊，电视也不要乱看，除非看佛教台啊。然后唱歌跳舞都不要啊。然后夫妻床、沙发椅，各位都不要去碰。离非时时，中午吃完，晚上不要再吃，除非你有糖尿病、高血压的问题啊，找一个听得懂人话的啊。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我要当成药来吃，那就可以了，吃一吃就可以去休息，就可以去睡觉了啊。简单明白明了。再来第八，发愿善男子、善女人等三规八戒体相一一了之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汝等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良以行愿相知，方能成就福慧圣业。是故汝等尽对三宝前自心合掌口发誓愿，发愿之语如何自成？恐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各称法名。暗中啊，大家请起立啊，这个发愿，大家发自己的愿哦。你发愿，佛陀摄受就可以满愿啊。跟我念，我暂乐慈悲，我暂终慈悲，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六道父母，六道父母，一起念，自心发愿，今以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边地，持持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厄。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欲使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解案，成无上道，顶礼一拜。发自己的愿，要以什么样的身来度众生，令正法永驻。
第二遍，我战乐慈悲，我战中慈悲，累劫冤亲在主，累劫冤亲在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一起念，自心发愿，今于此发观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遍地之慈功德，摄其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不施彼人，是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时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证无生人，欢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解案，成无上道。啊，第三遍，我战乐慈悲，我战中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在主，一切在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放生勿觅，放生，家中父母眷属，家中父母眷属，一起念，自心发愿，今以此发观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遍地之慈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是成无上正真之道，一时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亲近弥陀，证无圣人，欢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解案，成无上道。大家请合掌，跟我一起发共愿：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今日农历初一，今日农历初一，我等受持八关斋戒，我等受持八关斋戒，供养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十方三宝，十方三宝，为我证明，为我证明，愿我来世，愿我来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直至成佛，直至成佛，皆能够，皆能够，直佛出世，直佛出世，立誓诸佛，立誓诸佛，供养诸佛，供养诸佛，拍礼书，拍礼书，戒杀放生，戒杀放生，施食点灯，施食点灯，红针入刀，红针入刀，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修学犯恨，修学犯恨，同佛出家，同佛出家，正得解脱，正得解脱，深信因果，深信因果，具足惭愧，具足惭愧，信心成。信心，孝顺父母，孝顺，忏悔业障，忏悔，严持戒律，严持，慈悲众生，慈悲众生，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没有病苦，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没有债主，没有债主，没有恐怖，没有恐怖，没有四大分解，没有四大分解，种种苦恼，种种苦恼，临终欢乐，临终欢乐，自知死之，自知死之，心不贪恋，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意不弥陀皆已，弥陀往生西方，往生极乐世界，极乐成愿再来，成愿再来，具足菩萨八法，具足菩萨八法，长寿健康，长寿健康，身体有力，身体有力，相好庄严，相好庄严，变财无碍，变财出身高贵，出身高贵，多劳财宝，多劳储重无畏，储重得大丈夫身，得大丈夫身，深入金章，深入智慧如海，智慧妙解。诸论妙解，四出四法，四出三圣教法，三圣五圣教法，五圣教法，显密圆融，显密圆融，同理大众，同理一切自在，一切这样他，这样他，万家之牙，万家之牙，阿瓦波达，阿瓦波达，那也说哈，那也说，这样他，这样他，万家之牙，万家之牙，阿瓦波达，阿瓦波达，那也说哈，那也说，这样他，这样他，万家之牙，万家之牙，阿瓦波达，阿瓦波达，那也说哈，也说哈，顶礼一拜。啊，各位菩萨请坐一下，第九劝属回向。善男子，
善女人等，汝等已受八戒，已发大愿，受持一日一夜，虽为甚易，奉行一日一夜，实为甚难。不可于刹那勤其事熟想，亦不可于刹那勤其懈怠心。当勤修六念，经护八支，业烦恼习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正因由之成就。闻书问经云：世间菩萨八戒者是。除胎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沙婆多论云：若作阎菩提王，于阎菩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哉。虽有如是功德，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阎菩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及一分。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各位以得如是功德，当增进富户，勿令毁损。婆沙论云：受八戒者，名曰净住，未净阿罗汉住故，又名斩养，为斩养善根，令其增多故。各位以得如是净阿罗汉住，而能增长善根功德故，当生庆幸，如法奉行。各位果能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众请起。大众自称礼谢诸法法师传戒开示，礼谢法师三拜，向佛菩萨一问讯。阿弥陀佛。受戒功德圆满，大众同音一起念：受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不愿成立诸有情，速往无量光菩萨，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那今天早上受戒圆满，那我们一起来做回向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三天药师法会。三天药师法会。天天八关斋戒。天天八关斋戒。天天放生救命。天天放生救命。天天万灯。天天万灯。共千水。共千水。甘露施食，甘露施食；药供仪轨，药供仪轨；念佛拜忏，念佛拜忏；布施修福，布施修福；过去以来，过去以来；至于今日，至于今日；上供下施，上供下施；进账集资，进账集资；造佛像，造佛像；印佛经，印佛经；盖佛塔，盖佛塔；建寺庙，建寺庙；布施便当，布施便当；照顾老人，照顾老人；临终助念，临终助念；诵大圣经典，读诵大圣；供养出家人，供养出家人；袈裟饮食，袈裟饮食；卧具医药，卧具医药；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供养药师如来，供养药师如来；回向受苦众生，回向受苦众生；上海下涛大和尚，上海下涛大和尚；所有长老法师，所有长老法体安康，法体安康；长久住持，长久；法轮常转，法轮光度众生，光度众生；回向世界无灾难，回向世界无灾难；乌俄战争，乌俄早日停止，早日停止；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瘟疫消除，瘟疫消除；国泰民安，国泰；风调雨顺，风调；社会安宁，社会；人心向善，人心向善；入佛之间，入佛；回向所有病苦者，回向所有病苦者；大小医院，大小医院；急诊室，急诊室；开刀室，开刀室；安宁病房，安宁病房；加护病房，加护病房；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家中父母，家中父母；六亲眷属，六亲；所有长辈，所有；三天法会，三天；所写消灾牌位，所写消；所有护持者，所有护持者；出钱出力者，出钱出力者；同享功德，同享功德；业障消除，业障消除；光
业障消除，业障消除，身心自哉，身心，身心灵果，身心灵果，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共成佛道，共成佛道，回向十方法界，回向十方法界，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每日被屠杀无明，每日被屠杀，个人累劫，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冤亲，历代祖先，历代七世父母，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今日招请众生，今日招请三天药师法会，三天药师法会，所写往生牌位，所写往生。招请众生，招请出钱出力者，出钱出力者，家中眷属，家中眷属，所有往生者，所有往生者，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业障消除，业障消除，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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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愿地藏王菩萨。那今天的八关斋戒早上就到这个地方，那大家要注意，那八关斋戒的戒期没结束，受戒圆满啦，一直到明天啊太阳出来的时候看到指纹。那就恢复正常啦，戒体就消失啦，啊，所以各位注意安全，啊，你注意安全，那你今天就会得到八关斋戒的利益，所有安全不遭破坏，啊，随喜各位受持斋戒的功德，各位阿弥陀佛。